一个是有偏酒红色，然后呢一个是紫色，紫色是我们第一次开卖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哦。好，然后这个拉衣襟也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它不会掉下来，瘦瘦的人也都不会掉下来。然后刚刚有说啦，做了很可爱的口袋给大家，旁边有稍微开叉，就是帮大家做点造型，不需要扎进去其实就很好看了。如果你搭一个短裤也非常非常的美。这个杠啊它很好玩，它可以放在很多地方，你看你想要穿左边还是穿斜角都可以，好，都可以随意来造型的。好，一样有口袋给大家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它是选用后棒束的，正常穿，刚刚我说第三穿，把这个横杠带到另外一边，它就会从你的脖子这边斜切角一个造型。所以呢，三种穿法看你喜欢怎么穿。再来呢，肩膀比较窄小，当然多一个穿法，就是可以把这个放在一字领的位置，它就会有一个很特别造型。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可以，因为呢这个袋子啊它是非常非常的弹力的，所以大家应该都可以。上面很少很少有紫色的衣服，然后呢冬天大家都会搭配皮裤啊、皮裙啊、格子裙啊、格子裤啊，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好用。然后你要正常肩也 OK， 是不是很好看啊？